欸、他像强强哎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跟孙生讲的都一样。你也跟孙生讲过。没有，孙生已经打两次电话给我。平常你是会给男生看你的捏捏之类的吗？可以啊，我干脆去换一点性感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可以。我要看。哎呦，他胸部好漂亮哦。他现在可以看你一次嘛？好吗？哇，他拼下去了。来街坊，但我们今天街坊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改成路坊，街坊改成路坊，来跟我走。路不是你走往那边走。哎，路坊啊，网路的路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对对对，我在做网路访问，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会害羞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想问你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吗？我有老公。你有老公？因为你老公同意你玩这个软体。所以你老公也是算蛮开放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今天你老公去下载这个软体看别的女生，你是能接受的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他只看我，不看别人。那你会给网络上的男生看你吗？会。那你平常都多大尺度？玩玩具。我很害羞哎。但是没有露脸。那你有没有玩的时候老公在旁边过？有啊。那他会跟你一起玩这个软体？会啊。他会觉得是好玩的，他觉得那些男生很搞笑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能理解他老公的想法，他老婆是他自己的，那看我老婆的身体，然后还吃不到，好智障，这样解说是对的吗？嗯，好，网络刚停掉了，我绑了什么？带给别人，哎，人间小女子，人间小女子没有在盲线了，我要这样，我也要这样，造奶。来，我现在要打电话给这个，哎，小佩一字嘛，嗨。你感觉像上班族哎、欸，对，我刚下班啊。那你是在做什么工作的？做贸易。做贸易，好突兀哦。想问你为什么平时还会来玩这个软体？因为现在比较怕能够出国嘛，我是外商的，台湾跟美国差不多是82个小时，所以我要等到凌晨等到12点，那就很无聊。然后想说这个可以研究一下男生的心理，跟看男生的老。平常你是会给男生看你的捏捏之类的吗？可以啊，我干脆去换一点性感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可以。哇！我要看。哎呀，他胸部好漂亮哦！他现在可以看你一次嘛，好吗？哇，他拼下去了！他还在那边给我吸他的手指头。你对你另一半开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？可以接受对方去洗泰国浴。哦，洗泰国浴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哎、欸，但是如果是跟一般的那种女生，然后约出去打炮的话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那个我也不行，但是不要让我知道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访问就差不多到这边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震撼哦，天哪，他好屌哦，我真的是我还在匪夷所思，你知道吗？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。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